这种货车就是这边的公交车，然后一个是货车，一个是对面那种装载机这样的。真的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这些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唉，对，我们在这儿掉头去，我们回到驻地，我把这后面那个长城号给拖回驻地去。拖回驻地了之后，我们再进行下午的救援。然后上面拖的是我们的艇。啊，小风还是挺凉快的啊，就是满城市都是水，啊。